准备8000万钢纸，要现金，唔好报警。你要钱我就俾你，你玩我老公我就陪你玩。但系同我听住，唔好我仔最好有事冇事，我都一定会杀晒你哋。无论几咁艰难，我一定会杀晒你哋，让你哋死啊！明唔明啊？你找班污鼠捉捉我个仔，我是黑社会，不是小童群益会。我知道你有很多嘢都不方便讲，但你不方便讲嘢咧，都好不方便我哋做嘢。你今天合作法啦，揾政府棺材啦，咁细副棺材去掟噶。我真恨不得放一把火把他房子点着了，把他孩子老婆统统给烧死。烂仔，上嚟帮我做啲嘢。我知道佢做编会，庄柱香咪关二哥，望靓仔唔喺架车度啦吓。你嘅点啊？唔该，你俾我好地搞掂埋单嘢，好唔好？